網特別版。大家網友如果聽到呢個節目咧，就話我與我人咧就喺緬甸拍金蛇，個靈魂需要專係出產翡翠嘅地區。我誒喺緊嗰個地方嘅，咁嘅特別版咧就我哋會回顧翻先嘅一啲天鵝地，我開咗到而家都有成年幾啦，係嘛？有。啊、一年多啲，大貓最多做節目，有咩感想啊？唔夠啊，多啥多喎？唔係，有咩感想啊？有咩感想啊？啊！我哋做一個老實啲嗰句啦，少少回顧啊，學到好多嘢咯，真係。啊？學到好多嘢咯，啲諗到嘅嘢又學到，諗唔到嘅嘢都學到咯。邊啲叫諗到？邊啲叫諗唔到？嗱，即係你講緊呢啲政局啊、上高啊、香港政治嗰啲，有啲嘢都知道下嘅。咁但係咧，你意料之外咧，就好似長毛剪頭髮啊嗰啲咁樣咧，就唔知啊，又攞本通勝出嚟啊，呢啲就唔知道，就意料之外嘅事啦。嗰個涉及嗰個社會個教育問題啊，人嘅視野好細。因為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，社會變咗個好大變化，急速咗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就啲女人咧要出嚟做嘢啦，開始變咗啲女人要爭取權益出嚟，社會同男人爭位置咧，嗰個教育咧就跌啦。咁唔係我哋想爭喎。因為嗰啲小朋友自細咧冇咗母愛啊嘛，犧牲好大，係唔爭唔得喎，有時個老公養你唔起喎，養唔起個靈女啦，但係有能力嘅人佢都要為咗表現自己，咁大隻啫，變咗小朋友咧喺個家庭嘅温暖咧少咗，一路開始咧。就破壞咗個社會一個秩序，即係佢唔知道女人個天職咧就主內嘅。而家唯一保存得最好就係日本，日本佢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第二次大戰之後咧，就基於佢呢個文化咧，所以佢咁快復甦嘅個國家。有藏富於民咧，喺個民間咧，個丈夫每個月嘅薪水，整個薪水要交翻俾老婆，每日咧攞5蚊、10蚊翻工嘅。如果你唔交俾太太咧，全個社會排斥你噶嘛。但個女人咧唔會出嚟同個男人咧去競爭。啲細路仔咧自細咧有母愛，但係而家你香港。中國反而中國農村咧，佢都仲有母愛喎。城市咧大鑊啦，有啲唔安分啦。喺香港仲大鑊，一俾菲傭臭，一俾印傭臭，係嘛？咁我哋呢啲完全唔想有家庭嘅咧。我嗰個另類啦，我係唔想要喎。好啦，呢個基於呢個環境去到呢個環境咧，個社會嘅教育咧係低沉咗嘅。你嗌個八大校長出嚟，你試下佢有幾多個識寫毛筆字嘅，係嘛？係。低潮咗嘅成個表面咧，好似科技進步，其實人類嗰個文明咧係退步嘅。唔好講毛筆字啊，連字都人都就快唔識寫啦，打碼啫嘛。佢基於呢個咁嘅假象以為進步咧，人類咧又好似係誒啲嘢方便咗，誒又有冷氣啦，又有成啊調温啦。
但人嘅抵抗力咪弱咗咯。佢冇咗令個人體去同外邊嘅大自然世界鬥爭嘛，所以好容易傷風感冒咯，知唔知啊？佢就係咁大。你一離開咗嗰個温室嘅環境，一受到外來嘅衝擊，嗰個你就擋唔到啦，弱咗啦嘛，人嘅抵抗力冇咗。